黎明，我爱你。我做你个狗啊！我真正爱。我叫你卖个狗，你没听到？你卖个狗啊！卖个狗啊！你有听到吗？你卖个狗啊！你有听到？我叫你卖个狗啊！啊！你走一趟。你看，把你丈夫甲受着委屈全部拢偷偷出来，卖家己一个人负在心肝内。你卖个狗！我真正唔甘要看到你这样委屈。你该安怎哄我？叫我爱你就好。没过考。你嘛知影，恁爸对母甲大孙动手的代志，母甲两家就无欢喜的。加上陈忠信伫中西人，原本恁爸替彭彩霞争取着日月星饭店的功劳，煞未输尊贵水无痕。莫讲恁爸，连我听了拢感觉真袂爽快。所以咧，所以就话你来创康我个心态哦。就算讲要创康。嘛是针对彭彩霞，无就是陈忠信，伊是安怎要变家己查某囝？恁爸的个性，恁毋是毋知影。即溪无鱼，伊就去别溪钓。伊袂讲坐遐等死，所以伊就动脑筋去广电迄边啊。阮爸想会到，那呢，阮大官嘛一定想会到。而且信贤早就伫运作这方面的代志。所以我才会抓准讲来的人一定是吴姓贤。你黑王虽然伫遐，我真正是想袂到。我就说，我绝对无迄个意思，要互你歹看。啊，不过我看到吴姓太，我真正是袂堪要去，一定爱甲考试两句。唉，你家考试哦，结果煞害着我。奇丽啊，你嘛是唯一一个住伫我家的人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当然是啊。所以不管你对我提出什么款的要求，我从来唔爱拒绝过。我阁会记得20多年前。你在去母家的时阵，因为受到吴兴泰的凌辱，你满腹委屈，走回来后头厝。结果你煞唔敢答应嘛，因为你惊你若回来倒，会阁害两家起冲突。你还阁会记得哦？你无讲，我拢袂记啊。张冠希。就是这鱼膏，你敢落伫个家，害我拢唔知影要安怎向人解释。啊，即摆拢流行鱼膏，敢若挂一边个心。啊，大嫂啊，你这样顶级的人，哪会敢鱼膏不胖去啊？啊，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当应付。当然嘛，应付。啊，若无咱的关系，早就别扛。
到底我等到什么时阵，才会当让你莫阁受这么大的委屈？我来的是这边，你还阁会记啊？只要是你的代志，什么代志我拢会记的。就准讲，只是一个耳朵的位置嘛，同款。来，你看卖有介意无？我拄仔好要找这种耳朵，我找足久啊，我足介意的。你介意就好。谢谢陈老板，那没办法哦。当初我跟子彤接到这个 case 的时阵，真正就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后来跟我签约的，是一个假的陈老板，佮害子彤差一点仔出代志。哪有这种代志啊？我明明就有跟陈老板讲好啊，哪有可能出问题啊？啊！那个假陈老板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，我跟子彤有去找那个陈老板质问，他说他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是的啦，我只是想要跟你们斗三天，结果所以你们遇到这件事情。子彤跟我安怎？我刚才子彤没事情，啊，如果我真的没得原谅我自己。你哪会当怪你？就算迄个时阵，你知影子彤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嘛无法度随便跟我到位啊。上无我嘛应该爱想办法做一点什么。子彤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伊头一个敲的笑热电话就是敲我的，结果我煞无听到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，我手机啊根本就无收到伊的笑热电话。应该是咱去的迄个所在，拄好无收讯。最后，应该就要怪我。迄天我包你的车，我才会害你无法度家己救。拢是我唔好。你来啊！真歹势，我无甲你讲，我有子彤过来，因为我想要子彤嘛知影吉特服饰性格代志，你会讲法。不要紧啦，子彤，我想讲你咧直播就较无闲，所以我就要甲你通知啦，你应该袂生气吼。怎讲我袂生气？我即马就足生气的，原来这一切拢是你设的局。你竟然搁家己咧开荤面头前假无辜！你是咧讲啥？我是笑啥物叫啦？子彤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因是咧甲咱斗三工的，你哪会讲伊咧失叫啊？因为伊介意着你啊，所以这一切就讲会通啊。那不是真尔无聊啊？我真系哭来好难跳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讲因介意我？对啊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你假好心，讲要介绍吉特服饰的 case 给我，其实你早就叫人假作是陈老板甲凯宏强假的好友，然后提来刁难我，你甚至害我差一点，你甚至害我差一点让人无聊呢。结果我一直在遐打电话找无凯宏。原来是你把他霸掉嘞！我只是跟凯宏包车尔，你怎会安尼讲啊？对啦，子彤，你哪会当安尼指控莹莹啦？伊只是包我的车，想要跟我斗三工啊尔。你煞把失联的责任拢撒对伊遐去，安尼敢对？廖凯宏，我拜托你别去背靠金的好无？人会安尼就是伫咧制造机会接近你呢，就亲像伊拄才摸你的手。伊借口是伫安慰你，啊！不过我看得清清楚楚，
伊看你的眼神是充满感情的，你莫跟我讲你无感受到。石头，你真正误会啊！我不管是甲恁介绍 case， 也是甲开红包车，我只是希望讲恁两个莫搁为着钱的代志无欢喜的。就算你讲到老的害，我拢袂搁相信你啊啦！你若是要嫁哦，去找别人。石头。廖凯宏是我的未婚夫，撇嫌这两字你应该捌吼，若是唔捌，你就去查字典。你若是搁让我知影你所在下廖凯宏，我绝对让你好看。想袂到林子腾这么紧就看破我的脚手，就算是安尼，我有闲想要爱，就一定要得到。子腾，子腾。你听我讲啦，你安尼一句话都无让我解释，我感觉真冤枉呢。你要讲啥？我用脚头去想拢知影。子彤，歹势啦，我真正唔知影代志会变到安尼呢。若无我甲你回失嘞，你要食啥做你点，我请你食上贵的牛排。唔系安尼啦，安尼大家拢将我要的。无唔对，咱无解约哦，解约都是别人。咱是知影见笑的人，知影别人的物件，就算喜欢嘛，袂当抢。无亲像有的人哦，食我来看我话，袂见笑。你今开放会让白庄拢抢走，这我会当了解。不过。你讲话敢有需要这么伤人？对啦，子彤，讲话莫这么歹声扫嘛。到这么跟你过，真正是我目睭青的。一开始把你当作是好人，我对你讲出心内话，我应该要看到你伫找借口请阮食大餐，无把开支当作一回事的时阵，对你就有警觉，把开封叫到远远远才对。我不对，我是开钱交朋友，那是因为我无朋友。子彤，我真正是你的粉丝，我拄到你了后，我感觉甲你就有话好讲的，所以我才会想讲开钱甲你聊聊的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你是安尼看我的。我真的很伤心的。这是一万块，应该有够害你今年请我吃大餐，还有你送的马卡龙的钱。剩的，你就留来做消费。你做根本想过超过啊！你先莫讲话。你若是寂寞，以你的身份，应该有足侪查甫人想要甲你做朋友的，就爱麻烦你改掉抢别人红色这种歹习惯。硬板的规矩袂定，有当时啊，阁会非常苦。你来你家，我大概过去客户应酬完。今日看到代志，你上好是莫讲出去。我当然袂讲。上好是，这个钱就算是你的封口费。今日你什么都无看到。若是我有办法会当解决你的问题，你敢想要听看卖？